脚踏进竹东会昌宫，赖清德在蓝大于绿的新竹县也有超高人气，还能当最强母鸡照顾小鸡。向真正感谢上这样的候选人，过去在新竹县是很少看到的，一定要肯定支持真正感。说要让竹东更好，这句话让正在一旁过往有蓝营背景的竹东镇长郭远章听了很满意，直接表态愿意跟着信赖台湾。这次赖副总统亲自到我们竹东镇来，也听取我亲自给他的报告，就是竹东的建设大蓝图，他也非常的支持。那我也了解，也看了报纸，他对我们两岸的政策、国际的政策、包括教育的政策、社会福利的政策，都是正向能量的。所以这一次，我想他是值得我们尊敬支持的对象。副总统，请问您什么时候要请假？你会不会是来拔庄？赖清德没停下回答问题，倒是抓紧时间多握几双支持者的手，稳固客家地方票，乡亲要顾，学生也不能漏。前一天赖清德在东海大学对于学生丢来尖锐提问，他直球对决。这个球要当面上场，我不是主张的，如果有违法，就要当面上立法办。青年兵役问题他也没闪躲，我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主权，也不愿意牺牲我们几十年来所争取的民主自由的主权体制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强化自己保护的力量。备战2024，民调领先的赖清德这一回合面对学生辛辣提问，选择正面迎战。镜新闻综合报道。